世界在一个月前毁灭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但是与其说是毁灭了，不如说更像全世界的人都突然凭空消失，就像水蒸气一样，在一瞬间全部蒸发。整座城市还是继续运作，没有任何改变，只是剩下我而已。一个人的生活很好，没有压力，没有烦恼，很自在，快乐，无忧无虑。但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只剩下我？为什么是我？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跑啊？我有很多事情想要问你。你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？为什么只剩下我们？你喜欢下雨天吗？我最讨厌下雨天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以前每天都会下雨，很大很大的雨，我每次都来不及找到伞，就被淋湿了。你也很讨厌下雨天的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的梦里还有一个人，他好像知道所有的事情，但是我却连他叫什么名字，他是谁都不知道。你还记得这里吗？不记得了，我好像一直在忘记之前发生的事。你看后面那片草原，每次
都有很多小孩子在上面跑来跑去，吵得我没有办法睡午觉。然后我就会坐在那边看那些小朋友玩了一整天之后，他们的父母把他们接回家。在那个时候我都好讨厌那些小朋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理解，我不能理解回家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有一个爱你的在乎你的人会等你回来，他会迫不及待跟你分享一整天发生的事情，想要了解你，不是帮你准备一桌热腾腾的饭菜。难过的时候，想哭的时候，他会抱着你说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回家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。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原来
这是只有我一个人的世界末日。